中信兄弟的时候是投的这个防御率是较高一些些，而这个球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落地，又要形成安打，而且还可以跑二垒，这又是一支的长打，王振顺打，哇，连两打席，二垒安打，哇，这个很少见的安打，都是二垒安打以上的，安打都打到外野的洞，对，而且都是那个位置，连两打席都是打那边。中右了，中左了，哇，都很厉害，打到了 iPhone 售票系统。那来跟中信兄弟，这个今天把这个售票的带起来，打到了右半边，也要落地形成安打。而这个球，陈子豪现在要冲二垒哦，但这个回传球，一个弹跳 take out 哦，先得分了。那一垒安打，一垒安打，对，本垒的这个分数是有回来的。那这也是这场比赛中信兄弟的第一支一垒安打，而陈子豪是带有打点的进账。那中信兄弟呢，在六局的上半再拿一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天选新生，四月一号、四月二号三步战，我们。